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朝晖水族的频道，我是知心。现在是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间，姐待会要前往台中，你们应该都猜得到我到台中做什么吧？没有错，今天我们 BCA 又进口龙鱼了，所以话不多说，先前往台中吧。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几点，半夜的12:21，我们现在在等司机大哥从机场把鱼载过来。他过不来过后，我老板在伤心，他说每次见你他都在出差。大尾巴怎么会来台湾？对不对？两只，两只，四只，然后你这边一只，五只，不是七只吗？七只啊。卖一只鱼过一个月，我们一个月要卖30只以上，真的啦！我太了解他，是我工作伙伴，我不知道。他现在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结果有没有问题？哦，正题，我正题很困没？然后妈想忧郁症，没有，老婆回去就先罚跪算盘再说。他是不会。你要不要把那个订片号码先记一下？好，下水了。开好了，我顺便调整水位一下。
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喽。